哦，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好，请放掌。还是第十页啊。今天要讲九名一位者。这还是在实际念机上说啊。上一堂课已经跟大家讲到无差别啊，总是让行者念念之间就在觉体上面不断的维系关照，所以在一切念头起处、种种差别的，所有一切缘起差别上面，都能够体会到根本自性之中的，他能够入种种差别心中的根本无差别的清净清明啊，这叫做真知一切无差别。因为这无差别是在哪里上说？这无差别是在根本的觉明性体上说无差别，它不是在事相上的种种妄想分别之中说无差别。啊，这不在妄想分别上说无差别，是在根本觉明性体上说。有妄想是分别上面说无差别，这个无差别还是在哪里立？这个无差别是在一切差别相中去立，所以永远都还是什么？永远都还是在种种尘缘上面。不断的在这边啊，不断的在对立跟搅扰而已啊，那根本都纵然你能够讲出种种无差别的道理，但是你永远都是什么，都是跳不出尘缘的这种业力，都还是随着尘缘起的种种众生的这种幻觉啊，都是属于梦中的事理啊，都是属于梦中的事理，所以真正的无差别是在根本的觉体上去会。所以行者已经敢担当在一切念头的起处，念头起处是差别。因为你能够包容这些差别时，你会发现根本的大觉性体能辨析这些差别的，是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无差别的清净。所以这个无差别这个三个字啊，它不是说只是在道理上跟诸位在这边不断在文字上跟道理上与你沟通，而是真正要行者念念之间都能够什么？都能够起如实的关照了啊，都能够如实关照。你不要还在差别上立差别，那真是太差啊！就到现在为止跟你讲了，你还是在差别上想种种差别，每个念头起处还是随种种差别的势力，根本不肯回头回光返照，那真的是太差。什么太差？道心太差，或者就是你在根本妄想之中无差别上立无差别，那还是跳不出这个差字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在这个，要是在文字上找一个道理的话，那你永远都还是什么被差别跟无差别这些名相所束缚的，那这个叫什么差别？这个叫做你实在太差啊！别这样好吗？对吧？这是现在的中学生造句，差别造句，你实在太差，别这样好吗？他这个造句，这个差别，所以事实上是要你们真的能够如实去关照的啊！所以没有一个祖师所。写的所有一切的这个教室里面，没有一法师是在文字上、在道理上跟你们只是在文句上面的一些沟通而已，啊，假借文字，目的是让你都能够在行者当下能够起行啊，实在就是每天都能够真正内心之中都可以入如是的关门，入如是的止观二门啊，止观二门，止者就是什么？心中已经如实明了，就是止。观者就是随这个明了之中，随缘都能够起大照，那就是观。什么叫明了大照？千万不要被这个文字所吓住。这个大照就是你念念之间都已经能够用上如是智慧，用上如是力。纵然你在刚开始起行的时候，智慧跟心力都还不具足，但是行者已经有如是的回光的赤诚。念念之间，你会发现，就这一念心渐渐张扬，将来的所有的一切方向，跟他所有一切。跟过去凡夫所有对事物的认知所不同的心中的解析，
那个叫做大招，那是完全的大招。一般的凡夫都是在种种感受上立种种感受，在感受立感受之中，他说种种解析。行者要在什么？要在种种觉体上担当一切感受的这种智慧上。因为觉体它本来就能够担当一切感受，就好像净体它就能够担当所有一切净色所起的一切意象，它能够担当。因为什么？因为一切净色所起的一切意象没有离开过净体，觉体之中所起的一切感受没有离开过觉体。假如你要是离开了觉体再说感受，那叫做当局，从此以后你就在感受之上流转感受，那你认为还有感受，事实上都已经是迷失，都是迷惑。只要你真正在觉体上去看破一切感受时，不要说看破，就是能够担当一切感受时，你会发现那一切感受起处你都能够什么，你都能够知因知缘知本知末。所以它是入一切众生心法的根本，它是入一切世间法的本来面目，它是你的根本大智，你却不会去用。所以最初用时都是在哪里？都是在现在的每一个念头上面，你起大担当去关照，就是关照这些念头的浮动处，在这些差别的念头当下，你都能够去关照得上时，你都能够在念力之间能够包容时，你渐渐在内心里中启发的就是什么？就是你那根本没有差别的心中的清净，那种清净是大包容相啊，那种清净是大包容相，不是讲到无差别以后，从此以后心中啊就是一种漠然，就是一种空寂空洞。我说空寂跟佛门中的空寂不一样，你们说业力的空寂就是一种空洞啊，那种还是从差别之中啊判成差别，那当将来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差别业力中转。所以既然知道如此，所以现在就第九要明一位，已经知道是无差别，行者已经能够如实观了，所以现在叫明一位。所以这个明一位不是在文字上跟你明辨一位，而是让你行者已经可以用到这个心，所以念念之间在无差别之中渐渐心中呢一位的智慧已经毅然现前，叫明一位。所以明明白白那根本就是一位，因为前面所有讲的差与无差你都知道什么，都是大觉心体，大觉心体哪有什么差与无差，从此以后你就在这一位法中一位心中的清净能够看遍一切随缘的一切变化千变万化，那叫做明一位。所以这个九明一位者，一位是体，明者是行者现在的心中可以智慧能够用得上的这个力啊，所以在体在力你都要能够体会得出来啊。当然你不能说自然师讲的这个名是力啊，将来你要是真正常常住在如是大照里时，这个名就是体，那一位可能就是力，那一位为什么是力？那就是智慧之力，所以那个名就是大照，从此以后你就能够随缘起一位的大智啊，一位的大智就是什么？就是无差别无二无自他的大智，那根本就是一个性体中起。这个无二不是说在二中在分别无二，这个差别不是在差别中分别差别，这是在你根本的自体之中自信上面说一位无差。为什么在自体上？就好像镜子能现种种万差千差万别，不过全然是镜，所以全然是镜它能够随缘起出千差万别，千差万别也是什么？也是镜体而已。所以要是住在净体上能够看尽一切千差，但是因为常住净体，所以千差也是什么？也是它恒常不变的清明净性而已。它为什么不变？因为它不随一切千差万别之中而随它转变，因为不变故，所以它才能够随缘千差万别。它只要真的能够千差而千差，从此以后它就是什么？从差中就不能照差，那从变就不能更变，所以真能变者一定不变啊，一定不变。所以不变而能变，所以在法中但说随缘，叫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只要你真能够知道如是法时，真能够在性体上能够真的是如是参，你才是真能够体会一位的人。此时行者念念之间已经在起心动念当下，已经明白那种一位的心中的清明。那种一位是在哪里清明？不是在种种念头上面感觉到种种念头上打成一位，而是他住在性体上看种种差别，差别恒常，但是他已经知道全然是什么？全然是体。那种全然是体的智慧已然而生，已然深浅，那叫做一位，那全叫做一位。
就好像镜子现黑现白，你要是站在镜体上，那全都是什么？都是镜色而已。就其镜色上面来讲，永远都是一位。为什么镜色？镜色其实标的就是什么？就是它镜性中的作用。所以讲到镜色，你不要流浪在镜子的末梢中去。讲到镜色，就是镜子镜性能够随缘现色的性用而已。所以如是性用是一位啊，全然是一位。随黑之时，一位现黑。随白之时，一位现白，所以它叫做一位，所以从来没有离开过如是性体，是一位一啊，是一位一。所以这里讲的一位是什么意思？一位者，一道也啊，一道，大道的道，一道也，也叫做不二一性也，就是不二，就是一性。怎么讲一道？一道中如何说不二？这个道者就在哪里说？这个道者在根本的质体质性上说。讲到这个道字，一定要设什么？设体性而法。所以本来这个体性而法就是一而已，只是方便在随缘时，你会看到种种智慧的作用而现，所以方便说性。因为性这个中国字就讲心身二字合在一起就是心身，也随缘能够现出种种身相，随缘能够现出种种长养。则心身，但是全部性中心身当下全是什么？是都是全然是体而已。所以感觉在随缘时就有体跟性的种种分别。事实上体性根本就是一，你不能随便说体，也不能随便说性。你说体时是约谁说？约性在说。你说性时是约谁立？约体在立。所以说体啊，不是离开性中有体，说体时就是什么？就让你明性。说性时不是离开体在说性，而是说性时就叫你明体。所以体性两个名字最初立时就是什么？随缘时，能够称性随缘当下立体性而法。事实上根本二法这个名字根本不立，根本不立，只是缘起时方便说体说性而已。就好像镜子本来无形无色，但是因为它一个起照顾，你看到镜色以后才会说有镜子，因为起了大照以后所有镜子。假如根本不在这些镜性上分别的时候，你会发现镜色就是镜体，镜体就是镜色，这里面谁立体谁立用，谁立体谁立性，所以这里面是一道。但是讲到这一道时，是名字根本什么？名字根本不立，但是它一定能够什么？一定能够随缘片立，随缘片立，这就叫做一道，这才是真正明白一道的人啊。假如你只知道一道只是回归于体，而不能担当于性，那还是什么？这个道中就像上次讲，它叫做半自教而已。你不过就担当这个道字中所说的一半而已。这个道字就是什么？这个道字你就要在体上、性上你都能担当，因为你体性都能担当时，于是就在体在性这两个名字啊，这两个名相对你来讲什么都叫做圆融。在体时你知道什么？在只到体时你知道全部现的就是性，讲到性时你知道性全部彰显的就是体，所以讲性时说体，讲体时你在性上，所以这个人全然什么在体在性他都不多，根本不多。因为讲性时你就知道是体，讲体时你就是知道是性，所以不堕名相，不堕名字。但是随缘就知道和什么缘故现体，什么缘故说性，所以一切名字能够什么？一切在名字之中的智慧恒常恒然啊，所以这才叫做一道。所以中国字写这个道字，一个从一个手一个走字旁啊，从一个手走字旁，手有这个本源，有同理意啊，有本源意也有同理意，然后它能够推进，能够屈服，能够随缘复感，所以叫做走字旁，所以叫一道。既然是知道这样子叫做一道，所以这个一位之中一定什么？一定能明白不二，一定能明白不二。前面我已经讲了，师父已经讲了，在无差别之中，已经在一切差别，已经超越一切差别名字。什么叫超越差别名字？就是差别跟无差别，反正属于差别二字上的一切名相、这个名言、文句，你都超越了，才是真正无差别。在不二，在其他的自他也都是如此。所以他不堕任何名相中，不堕任何名言中，这个才叫超越。假如你真正前面已经懂了，现在当然就知道这一道就是不二。
但是为什么在一道中我要告诉你不二了？为什么从一道中又说不二了？因为只要能够讲出不二时，法中若是讲出名字来时，一定什么？一定是对待而说。假如是根本无二，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不二？就是因为他能二故，我才跟你讲不二。就是因为告诉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具足一切二故，我才跟你讲不二。所以讲到不二时，是告诉你提醒你什么，一定要具足一切二。但是在具足一切二上面，我跟你说不二是对待起的。你不根本你不用具足二，是根本没有二时，我干嘛讲不二？所以法中若是立名，都是因为对待而起。既然对待而起，我讲不二的时候，你一定是在哪里？一定是容一切二，我才说不二。因为在容一切二，才跟你讲是一性，所以从一道中，你能够知道你一定必定能够骗容一切二，在二中知道是不二，因为不二过才有说一性，又好像会归于二，把这个二汇总于一性中来。但性讲一时，就是告诉你们什么，它就是二；讲不二是离开二，讲一性是让你入一切二，就是让你入一切二。所以这叫做不二也，一性也，就叫做一位。你说师父讲了这么多绕舌的东西，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当然有，除非你用不上这念心，用不上这个观。假如你用得上这念心，用得上这个观，你念念之间就是在起心动念上，当下都是这样的参。每一个起心动念，哪个不是二？但能觉得起心动念那个是二吗？众生却在起心动念里面，随着起心动念的感受去流转。我无论你是如何在念头上去流转的，这个念头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觉体。你众生众善流浪在种种三途六道中，随着种种念头的差别起种种不同的戒道，但是不同的戒道里面何曾离开过大觉心体？所以无量劫来，你不过就是在种种差别这妄想差别之中，以为是什么有六道的种种的差殊，但你不知道就在这些差殊之中现出种种差别相时，你的觉体从来没失啊。所以众生恒在受种种痛苦时，你的佛性从来不昧啊，你却永远不住在觉体上看一切差别，所以叫做可怜悯者。假如你离开了这个觉体，还有差别可得吗？还有种种感觉可得吗？就好像净色离开了净体，还有净色可以立吗？这既然你一切感觉离开了觉体都不可得，那你为什么不住在觉体上说感觉，而你却住在感觉上忘了觉体？在感觉上忘了觉体，叫做千差，叫做万殊。但是在觉体上看感觉的人，这叫什么？他能够入一切种种，能够入种种众生世界，但是心中永远是什么？这叫做平等，全都是平等。所以你但要住在觉体上看一切感受的人，这个人必当下具足四智，当前就叫大圆净智，因为随缘照顾当下就是平等性智，因为缘起之处根本都是什么？根本都是一个觉性故，同体是觉故。所以他能够在如是上面同体视觉，能够又起，能够随缘起照，所以他能够入什么妙观察智。因为缘起当下就能够什么，就处处随缘而成就故，所以他能够深入一切缘起。就像刚刚讲，你要是不知道是觉体了，你就不能深入。现黑时你就躲在黑中，再黑就不知道白，就好像净色一样，明明是净色，你看到黑时你执着黑，再也就不敢去接触镜子其他的变化，去镜子旁边所起的任何变化你都没有办法有感受。众生的心灵也是啊，你躲在喜怒哀乐之中，只要躲在自己现在所执着的这种气氛里面，周遭的一切气氛你都不知道了，完全不知了。有的人执着就是如此，所以他能够奇妙观察之，因为随缘能够成就，所以随缘能够起种种观，随缘能够起种种体，在体在性都能够知道，就叫妙观察智。在体就是平等性，在用就是大圆寂大圆净，所以他能够起种种观察，随缘入观，所以随其入观必定能够什么处处成就啊，叫做成所作之，就叫成所作之。成所作之就是什么？因为缘起它就能够什么，再黑它能够现出种种黑的意境，黑的境界，再白它就现出种种白的意境，白的境界，随缘所现时它就能够成就一切缘起的种种妙用。它为什么能现如是？随缘能现如是种种的缘起妙用，你知道吗？因为大觉性体从来不堕。
你永远要记住，不堕故才能够现的，才能够随缘，才能够现的什么？才能够深入一切缘起，才能够现出种种淋漓尽致。就好像镜子从来不现在色中，所以它随色时，它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圆满随缘，照现一切，随缘照现一切。它若但现在一色的势力里面，它就不但断妙尽性，也什么？也断掉了色性。从此以后，尽色而性，同时就断了。因为再黑就不能照白，色性断；只能照黑，那就不是尽，尽性也断。那尽性断，同时都断啊，觉性也就是如此。所以人生为什么你能够在人生之中，不管你说你的人生多苦，喜怒哀乐，有的人说喜怒哀乐是参半，有的人这一生都是喜，有的人都是哀，对吧？像我就是都是哀，对吧？但是有一个是很平等的，你的大觉性体从来在一切众生心头上面，从来没有亏负于你，在甚不增，在繁不减，从来没有亏负于你，所以这是你的根本性体，所以这叫做一位啊，这叫做一位。所以讲到这个名一位，就表示行者已经在这里。这个只是华严义海之中讲到第二实际念机而已。但是实际念机已经要告诉你，让行者已经什么？已经心中已经明明白白，念念之间能够观照一位了，观照一位了。所以念头上面你都能够已经开始起心了，不是老是只是听师傅讲经，就讲这个名一位。那回去以后，你就在这个一位之中，不断在文字之中解释一位叫什么，一位就不知道，一位就叫要叫什么？一位就是说那个泡面是吧？那个叫什么味是吧？啊？什么？味啊？为什么说到泡面了？因为你就在这个一位中不断一直泡嘛，对吧？你在泡这个一位，就像泡面一样，泡到发你都不能够没办法了解这一位是什么，是要你起观照的。所以任何法中，若是你不能这样去用，你那就什么？就是辜负祖师。这是辜负祖师，辜负前人啊，辜负前人。所以所有的一切文字里面，所以叫做文字般若，它是当下能够什么？能够开你的智慧，为你启发种种行门的。那你说它启发的是行门，它就是从理门之中让你去启发行门的。你不入如是理，你如何起如是行？所以一切法中一定要是这样，理须顿悟。所以在任何理上，你就必须要念念之间去不断的关照。因为理中你都能够念念观照，行门就在此中啊。当你心意识中对这如是道理都能够熟悉时，渐渐生根行疑，就能够摄入其中啊。所以有很多人一听到理不愿意听，然后就想要找到行门，那你如何能够找到行门呢？纵然你不能够听文字，不能听声音，你要去找到行门，有的人他是要在行为上面入理门的。你不要以为你入的就是行门，你不过是假借种种行为什么，先让你明白道理而已，你还是先圆满理门。有的人确实说，你跟他讲善行，有的人跟他讲善的道理以后，他就能起善行，所以从理入行。有的人说，我不要听那么多道理，你带我去行善吧，你就带他去行善了。你不要认为说那个行善他就是入行门了，他还不到行门，他全部是假借现在所有跟你的随缘的动作里面，他在内心建立道理而已，他还是在建立你们，对吧？哎，我们的那个谁没有来啊？那个谁？所以在慈济啊，也是啊，你们去做这个善行的时候，也知道，不过都是在理门上入。既然你都是在理门上入，所以千万一定要发心，还要深入一切道理啊，深入一切文字啊，千万不要说就不深入了。千万啊要记住，这叫是一位啊，这叫做一位，所以也叫实际啊，它就是一位，这就是实际。实际之中啊，实际为什么叫实际？因为实际之中它是不立际的，才是实际。一般的世间法中，实际是立着种种际，际别就有差别，但实际之中是不立任何际。什么叫不立际？那不立际为什么叫实际？它能够摄一切际，所以方名实际；它能够开显一切际，所以说明实际。实际之中没有际，没有界分，但随因缘所起的任何际、任何界分，都是什么？都是如是觉心实际中现。
就像镜子无界。但是虽然现实黑有黑界，白有白界，一切世界你能够分别出来的任何界分，全都是什么？都设在镜性中现。你说它镜子没有界分吗？随你看到的界分都是它起，所以一切它是一切界分之总源。你说它有界分吗？它清净湛然，它横遍太虚，它能够摄受太虚，它哪里有界分？所以它的是无界而能够现一切界，所以这叫做实际，真是实际。所以这才叫实际，你能够真知如是实际，真知如是一位，真知这样子的波尔，才叫做什么？才叫做念机。所以这边名一位者，是要真名什么？是真名实际念机门，实际念机门。因为这里这一篇讲的就是实际念机门，所以这才是真念机而已。什么叫真正念机？念机上呢，不是在道理上面去跟你们不断沟通什么念机啦，在任何动作所有的一切缘起当下，所有一切都什么都心中不去攀缘执着，所以心中不落痕迹。那这样子讲法的，纵然还是就算你真的是发了心想要归家，这样子讲法虽然是好心，但是还是什么？还是受惑，法中就还是受惑，你只是让心中不留痕迹而已，你根本就没有直接担当你是照见这一念心的。你要是真正照见这一念心，所有的一切所起的一切心，哪个不是如是心显？心中显心本来就是一体，谁在心中显心当下还要给自己心中讲不必留下痕迹？自己的心中现心还要说不必留下痕迹？假如你自己心中现心，你要说个不必留下痕迹，表示什么？表示你对所现的心或是什么能现的那念心心中还是什么？还是在这两二法上面，你心中根本没有什么，没有根本没有完全去心中，就是你根本还不能够完全明白，它根本都是一心之体而已。心在现心，何必说留不留痕迹？不留痕迹才能够道尽一切万法迹象啊！所以虚空无色，无种种相，太虚无相，它是什么？它才能够尽现万象，它是一切相中的始源。你不能说它有痕迹，它没有痕迹，但是世间万法的痕迹哪个不是虚空包容？大觉心中也是，假如你虽然在归家时，你是让心中不要留下半点痕迹。假如你真正如是这样修，将来正得时，正得如是，真的将来有天你正得如是清净，但是任何世间上所有的一切万法其末，你就没有那种智慧跟力量担当了。那个时候还要去什么？还要去希望别的善知识再推帮你推进，才让你回小向大，才让你道驾慈航，才让你回入娑婆。因为本来根本就是一心之中所现的，那你何必还在上面妄说痕迹与不痕迹？对，所以这才是真念机。所以念机的人，就像我刚刚上次讲的一样，他也是什么？他是在一切迹象的所有一切名言文句当下全然超越，那是真超越，那是真念机。所以念机千万不要跟一般凡夫的分别一样，不要跟一般的凡夫外道跟二圣之人一样，念机是真的。还有个法可以什么？还可以隔离隔月，还有个法可以跟你对待隔月，那都不叫念机。念机的意思就是什么？直下担当大觉心体，谁在这个上面大觉心体上面在妄分有作无作？因为他不妄分有作无作，所以他能够随缘，他能都能知道现种种的作，所以他能够随缘说尽一切作。但是他正在说尽一切作时，你不能说他执着有如是迹象，他根本都知道都是大觉。就好像你根本都知道是净体的人，你可以在净体前面担当说尽一切净色的随缘，但你不能说呢，那你还染着了种种迹象吗？镜子从不染着，所以他才能够随缘说尽一切。说就是他能够兑现一切，这个说字啊，中国字写得多好，一个言一个对啊，兑现。所以他有缘则对，就兑现，兑现知道吗？下个礼拜我们要去大陆，就去兑现，对吧？换现金，兑现，啊，就是这个对，有缘就现，啊，有缘就能够兑现。这是一位，啊，这叫做名一位。所以这个名一位是让你行者念念之间是真正的有什么能够当下能够起观照的，啊，不是说让你就是在上面不断的只是在文字文句中去研究的。但是话讲回来，
有的人能够去研究这个文字，我还要赞叹他，还是有点善根的。你们可能回去以后讲义都不知道丢哪去了，对吧？连文字都不研究，你要研究文字，总有一天你还会发现，哎，原来这个文字之间有什么？有牵引相，有接引相。因为你去面对它了，你去亲近它了，总有一天，它在种种你每天接触这种发心当下啊，突然会发现，哎，心守固，你渐渐力量也能够显现，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它在接引你，接引你什么？就是开始真正用心关照文字了。那个时候，文字在你内心里面就会感觉到那个整个文字在你心中那个字像是活的，那每一天那个字像在你心中是有力量的，不像你每天这样看那个文字好像起不了作用的。假如你真正能够发现文字在你内心之中，它都能够什么？它念念之间都能够起出种种力量，起出种种这种回响时，那个文字才叫做入文字般若，那才能够叫做入文字般若。般若者，起大照也。般若者起大照也所以那才叫做立文字般若。不然你讲的文字般若在哪里讲？对吧？没讲般若，般若有三，最后讲到文字般若，般若在哪里说？对吧？文字般若就是看到文字以后把它拨开了，别惹我，对吧？拨到远远的，别惹我，我叫文字般若啊。大部分你们大概都是用到这种般若，对吧？拨开了，少来惹我，对吧？这造句，般若跟那个差别造句是一样的。所以要能够用得上啊，看讲义。为从缘，为尘，从缘尘立，皆无自性。尘就是一切什么法之初，一切法之初。法就是什么觉体随缘称性所现啊，当下就是觉体随缘，就是根本，就是大觉性体随缘。所以称性随缘之时，就是尘，所以之前就讲了，尘者缘起法也，但缘起都是没有一缘是离开心性上说的，绝无心外缘能为心所缘，所以现前的时候还是什么，就是大觉心性。讲到这个心，你当然不能讲说我叫没有心外缘能为心所缘，讲到这个心，你就是指使它是大觉心性，大觉心性能够现什么？现一切心，一切心都是叫做大觉心性，大觉无体，那一切心中就是大觉。就好像静体啊，静体它是无形无状的，但是现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根本的一切变化、一切作用，就是静性啊，就是根本静性。所以这个尘从缘成立，皆无自性，因为从缘起成立，皆无自性。讲到这个皆无自性，要从哪里说？就从上次跟大家讲这个四句上说。四句不就讲说自因、他因、共因跟无因吗？对吧？在这个四句上面来讲，你会发现都没有自性，因为你自因发，你自因你要是没有因，没有缘起，如何自因？你要说是依他，要依他，要是你自己心中要是根本不明，那他也不能立。就好像你镜子要依色，色若是不依镜照的话，要不是因为镜子它能够照，那你要说依他，他也不能够成就啊。你说是共因吗？合合在一起，自他合合，自他都不能够立因了，那两个不立因的合合在一起能立因，也绝无是处啊，也绝无是处。你说无因吗？那你看哪个时间一切万法无因而起啊？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都是什么？那都是从缘而已。所以从自他共无这所有的四因上面来，你会发现都是什么？都是缘起相而已。缘起其处，似乎就有什么自他二相，就上面已经讲到无自他，就有自他二相，起就能起种种分别。但你不知道自他二相全都是什么，都是大觉心体啊，根本就是大觉心体。所以讲到这个自他二相，我又想到什么？又想到现在不是有净土宗叫什么真什么宗啊？净土宗又叫什么净土真宗是不是？讲到本愿山，全部都是说他力。古德讲的他力，是要告诉你，一个行者最初的时候建立这一念心时，要全然什么？要全然发出这种号要，号要什么？要向圣人去学习，所以必须要依他学习。因为你这个凡情上面根本没有如实的清净，所以要依他学习。但是"依他"二字，就好像《阿弥陀经》的18大愿一样：设我得佛，若有众生呢，这个
至心好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至心好要是什么？至心好要就是他心里面已经只懂得向他学习。这个学习之中，我们因为他全然都是什么，在这个心力上面全然都不成作用，还不成作用，但是必须要有这种力量，要有这个方向啊。但是在这个力量毕竟没有任何作用，为什么？因为你心呢都是凡心，都是凡情，都是业感，没有作用。但是用这种作用来什么？来去依圣人行呢？用自己现在的凡情发心来依圣人长养去学习了，你却在过去的烦恼烦恼的种种的念头上面，因为过去所有的念头都是烦恼的，你现在所起的愿力事实上还是什么？还是这个业力而已。凡夫所有的起心动念都是凡情，所以用这个凡情的业力，却因为圣人故而且能够长养出圣人的智慧来。所以善导大师讲的他力，善导是什么？他导引你，接引你。所以这个依他中，他不是让你全然昧，完全都是什么妄，就是心中妄想妄昧为全部都是他力，因为都没有自力，都没有自力想。假如你没有呢，像刚刚讲的弥陀十八愿中讲的至心好要是什么意思？你没有自心好要，有他力可以成就吗？但你说那个至心好要能成就吗？至心好要，现在你的至心好要全是凡情，如何成就呢？但是你要说全部都是他力了，假如你真正讲全部都是他力，就好像有现在已经把这个古德祖师的道理越讲越曲解，假如你真的认为全然都是他力，那众生已然应该都已经到了西方极乐去，他力啊已经到了，他应该都已经到了，不必你自力了嘛，都已经到。假如你讲这个，人家就会说师父你这样讲错了，你必须要跟他至诚恳切，要跟他相应啊，你讲这一句就是什么，就破了他力了吗？光你说这一句不就破了他力了吗？你至心好要，你要自己要跟他相应，不是自力吗？但是有的人就误会，那我这至心好要从此以后就这一念心可以到西方吗？你没有依他的种种圣人的气氛，你能长养出这种气质吗？你的心中连这种气氛都没有，你将来看的世界又怎么可能会是西方呢？所以佛门中讲的自他是不昧的，全然不昧。他自他之中都知道都是一心体，因为在一心体中从大觉心性，他懂得如何建立自己的方向自立，所以在方向之中要依圣人学习，因为现在的所有的一切心体中没有如是气氛，所以全然的诚至诚恳切接受什么？接受种种圣人的气氛的洗礼，叫做依他，那叫做他力。在这个上面叫做全然依他。但是你能够发全然的那个心，那个力量叫至诚恳切，那这在谁？全然依他呢？全然呢？那有的人说我依他依他到最后都不全然，所以就去不了西方，那全然是在谁？不就至诚恳切吗？全然就是要发了至诚恳切，一心投往，那是谁？我有真正懂得善用自他二力的人，真正懂得在自他二力上面不忘去取解的人，将来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在随缘，在依圣人的气氛里面，他当下长养的就是什么？心中的智慧。有的人就是因为妄去，就是妄想曲解了自他二力，所以这一生中纵然念尽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却在自己心中没有半点长养，因为他都什么？他力，他不相信自力，光这一念就障碍他了，法万法就在一念中长的。小孩子说这一念中说我不行我不会，这一辈子到他老死他都不会了，就这样一念换一念了，不会的我也要成，你会发现他自然就在过去的障碍之中起，就能够起出种种智慧作用来，一念转万法就转，所以万法都在一念之间。最初你就不相信自力啊，你一昧依他，你要是真正一昧依他，那最初那应该什么？你现在就应该到西方了，全部都是佛力啊，连你是要至诚恳切那都应该他力嘛，你不需要用力，你至诚恳切也是他力，那就叫全部是他力啊，你至诚恳切都是他力啊。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众生方便了，对吧？现在我还在这边讲什么，明天大家都在极乐世界了，对吧？我还坐在这边讲什么，搞不好我现在才在娑婆，你们都是西天来的，对吧？那事实上不然，所以在他在自都要明白。所以你会发现，假如讲他时你不知道全发字发誓发至于字，就发至于字啊，前面那个至是要卷舌的，发至于字，所以你就会迷失他音。你要知道讲到字的时候什么，全部都要什么，讲到字的时候全部是依他才能够知道有字啊，
这个叫自他二法，要全部明朗，要明了。所以他不但在这个净土中讲的自利他利能够明白，要在所有四句之中你也知道。所以你会发现，他根本不是。你要说完全是自中他不起，也没有种种因缘故不起。你要完全是他，若是没有自故，就算有他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你会发现自他二法从来不立。你说共生。共生，那自他从来不离。你要说怎么样共生？所以这本来无离，本来无因的，在这中间共生就有因，所以那叫做妄想。那你要说无因，那不可能，世间万法都必有因缘。你不能说无因就起，那无因来起的话，无因所起的一切法，那它也没有因，没有因的话，它就成不了任何作用，成不了任何的这个世间的这个成就相。所以它是无因，但也不可能无因啊！假如说是无因的话，那世间就成不了任何的成就相，所以不可能无因。所以讲到自利他利都要明白的啊！所以你知道，在自全因他现，你不能在利自，在他全因自己要什么？要自就是自性之中彰显，就在自由他而显，在他是由自而彰啊，就彰显这样子，你才会知道这个上面来讲。你都能够在上面不会去妄力，但是你就在这个一心体上圆满一切自他而相啊，圆满一切自他而相。所以这个上面，如果是真正如是实就是深刻去体会时，你就知道是什么，一切法中是从缘成立的，皆无自性。讲到皆无自性，你就不要多在这句文字上了，这种尾音里面，皆无自性，你不要自他都不明白了，皆无自性是自他一切大明。因为自他大明，所以一切法中都不会妄堕，叫皆无自性。因为皆无自性，所以他在那个圆中能够立什么？立他性、自性，立种种共性，来立种种无性。你都不堕，所以你不能够执着说这个不是他因，不是共因，不是无因。所以在中论讲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但是。中论是让你破执，但是起智呢？起到智用呢？中论也会告诉你啊。所以一切其数是什么？能够遍知一切自他，能够成就一切众生所有一切自他二法，能够成就一切所有一切众生的一切共法，也能够知道所有一切在一切法中的根本什么？根本心中的心中根本了然心中的无一切法的心中的空寂。假如你是妄堕，你是堕在无自性中，那是一切世间所有一切智慧全都被你泯灭了，那也不叫做大觉，那也不叫做一位，那叫做死即位，那不叫做一位，对吧？一位才能够绵长，对吧？所以它不是死即啊，才不是死即。你要成了差别位也不能绵长，对吧？成了种种差别，那诸法成差别以后不能够，这从此以后在种种差别之中不能够对待。再黑不能知道白，再白不知道黑，再喜不知道怒，再怒不知道喜，那也就没有味道了，也失去味道了。你全然都是喜，你不知道怒，那久而久之，就好像《楞严经》讲的"久处在海中，长寿咸味"，他也就根本不知道咸。他不但不知道咸，也就不知道淡，那他还有味吗？啊，当然也没味。所以入的差别也无味，入到死寂也无味。所以真正一味的呢？它叫做才能绵长啊，这才是真正的入一切法中的根本的智慧啊，所以叫做明义位。既然叫做明义位，所以在任何差别处，在任何念头起处，行者不能什么？不能你只是一味的想要去找寻心中那个从来不入种种感受的这种清净，那你那种义位就叫死寂位。我让你担当所有一切差别，你敢担当吗？你担当一切差别时，当你真正能够所有一切念头差别都能够担当时，你会突然发现，有一天突然蓦然，这就用世间的文字讲，好像类似叫蓦然回首。原来什么？原来我已经住在根本无差的清净里了，对吧？因为你一直担当差别嘛，对吧？这个才是真正是蓦然回首啊，对吧？这才是真正担当啊，这叫做大担当。所以叫做从缘成立，皆无自性。纵理事教义万差，纵然理事教义万差，理是约体，事是约用说。教是能够有师有效，就上师下效叫做教。
上师，上面师有布施的师，下孝叫做教，义叫解行立物，叫做义。解，解释的解，行为的行，利益的利，啊，万物的物，解行立物叫做义，叫做上师下孝。所以大觉现出种种作用时，你会发现它就会什么理事圆明，它能够圆满显现叫圆明。它能够有什么？有任何的施孝，体中一定有施，然后会有力量能够孝，然后他在这个施孝之中就能够什么？他就能够提出种种行，能够提出种种智慧，能够提出种种行仪，然后处处成就，就叫成所作智，叫立物，能够成立万法，处处成就。所以你不要小看，只是回头看一下这个根本的自信的自体觉体。你在世间，因为世间所有的一切众生所起的念头都没有离开过这觉，大觉，大觉性中有如是力，所以众生住在一切觉中也有如是相，都有如是相。所以上次讲到金刚开卷，讲到那个福间，你一念想要向到心中那种恳切赤诚，马上就能够什么？马上理事就能够显现，所以缕光就生烟。就能够为你在心中，在心底深处为你开始去成就，去为你开始去铺张你所有的愿力。啊，我讲的缕光是自信中讲，你比方说缕光神烟，历史上的缕光这样子生出来的，你真正有这个啊，你比方说福间生缕光，世子还没这样子说，啊，福间生缕光，那完了，这个历史都被我讲乱了哈。我说这个这一念心中，你会发现在这一念心中，因为它有如是心中的作用故，所以它在这一念只要发了一个坚实的愿力，它自然而然就有万法之手，就有施有效。在根本的愿力上，福坚是施，绿光就是效，效法的效，好，不是孝顺的效，就是效。那要是说你要是真正在心中行者心中要发了如实的愿力，你就会发现你自然就会起如实的智用，在你潜在意识之中为你成就，就有教，然后能够什么？能够起种种智慧，然后起种种行仪，在这个上面再分智慧行仪。这个智啊，跟那个理不一样了。这个智是随缘力智，就好像太阳，太阳的照，它是大照，它不分种种分别的。但是随众生因缘故看到它的照性就有不同，有的因为照故看到是光，有的看在照性中看到的是明。随众生因缘不同故，它能够解释它的太阳的大照都有不同的感觉，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觉体上也是一样啊。所以它能够本来就是什么？本来就是能够现一切体用的根本的大觉性体，随缘现出体用时，在体用上面再分什么？再分智性，啊，再分智性。所以这里面的感受就有点像什么？从觉入觉。假如觉不能入种种觉，那也不叫大觉。所以真正讲到大觉性体，什么大觉性体在何处？在一切觉中，就在一切觉中。因为大觉根本无形无状，你根本找不到它。那找不到他，但是你认为他无啊，你认为他是无。一切圣人呢，啊，就是古人讲圣以之灵啊，圣人以之为灵敏，你认为他无，对吧？你认为他有，他从来无形无状。你认为他无，圣以之灵，灵就是灵敏的，圣人以他为灵敏，就是这个大觉性体。所以他只要你只要在圣人，我们还讲到另外一种解释，圣人就是什么？你心中能够真正能够发出如实智用的这种作用的，不管你的愿力也好，不管是行者最初回家的心中那一念回光的那心中的最初的种子，那都叫做圣种，那就叫做圣胎。那从此以后你会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什么？它就会起出种种灵敏作用啊，所以叫做理事教义，不管它能够万差。所以纵然它理事教义万差，它其实都是大觉心显的，都是大觉心显的。所以像一个镜子里面，不管它能够起出种种千变万化，其实都是一个镜性所显的。所以千变万化里面有讲到体，有讲到用，对吧？能够讲到所有的一切的智慧的显现，一些净光的随缘，那不过就是一个净体啊。所以讲到这些所有的千变万化，就用四个字了，全部遍收，叫理事教义。千变万化四字遍收，理事教义全收在这个上面。但这些万差之中，
你会发现其实都是什么，不过就是他的一个全然，都是全然一个性体而已。就在这一个性体上面，所以我说理事教育叫空寂。为什么？因为都是一性而出，所以在一性之中不再更立种种性，所以叫空寂。所以千万不要堕在空寂，从此以后堕在空寂二字上面，从此以后什么不认觉体。讲你不认觉体，那你就昧于空寂。所以一切佛门之中，又看到很多经典里面讲大方广佛华严，他要立个佛字让你在上面，对吧？大佛顶首楞严，他要立个佛字在上面。所以你不能只讲到楞严，首楞严你忘记大佛顶，对吧？你讲到华严你忘记佛这个字啊，你就错了。所以你只能看到你心中的遍布相，看到你心中的种种虚灵相。虚灵就是它不在一切位，但是它能够明临一切位，但你忘记那个是觉。假如你忘记那个大觉体，就是你根本没有个主体可得。就这古德讲，虽然讲说心王不立，但是圣人在心中啊，你认为他是处能处一切凡法，但是圣人心中恒守于圣性的，所以他还是有心王的。只是这个心王他是骗一切的，你不能说他有，但你不能说他无。但你不是说你正在回头的时候你不认这个心王，你不认这个圣性，你要认这个圣性才跟你讲华严，你要认这个圣性才跟你讲首楞严，你要认这个圣性才跟你讲般若。你不认他跟你讲都叫什么？那都叫外道，你根本不认他。虽然你说空说寂说种种灵，你根本不认他。所以很多外道到后来为什么释迦这个世尊能够摄化，因为最后刚才点出你最后原来迷失在哪里，是吧？因为你根本没有归去啊。所以讲到常爪梵志说我一法不受，对吧？最后不是讲说那这一法你受吗？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边解释啊。现在我们没开悟也可以解释，这一法有受吗？哎，心想哎呀，常爪梵志怎么那么笨呢、啊、佛还说他有大智慧，这一法不就受了吗？我也感受得出来。你感受出来也没有用，你也不认体，你感受出来你认了吗？你常爪梵志毕竟他不受了，你还处处都受。哎，你不过只是在感受意想上面，你认为你感受出来。我说不受，那还受的种种的势力，你感受出来。但你从来没有跳开出受的势力，人家早就跳开了，只是不认体。你是虽然讲得出来，你体你也不认的。所以你那个是我们这个笑他，说的是五百步笑五十步，对吧？过去是这个五十步，这个笑一百步，对吧？那这我们是反过来笑的，对吧？我们是反过来笑。你跳步已经跑了五百步，你还好意思笑人家，对吧？对吧？你还好意思笑，这是差之更差。我们也从来不认这个题。所以不是常爪梵志是不是在受中还受到这些法中的束缚，是不是还有法执？我说不是只是在这个上面说而已，佛是告诉他的那个体。所以常爪梵志最初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证阿罗汉？他是照见了他那个性，这个性中本来非一切受与不受。你如果还要在性中上面还在性中妄力种种受与不受，你要在性上面在妄力种种性受与不受，表示什么？表示你永远在净体前面，你追逐净色嘛，你永远在净色上面非黑分黑分白而已。你在净色上面说受与不受，那你都不是见到净体的人、啊、就算你不受净色的诱惑，那对你来讲也不是大智慧啊。那将来必定还是什么？还要受净色的流转的，所以将来必定还五百世以后还受的妄想的习气流转。因为你现在的不受是什么？你现在不受不是还是根本什么背开净体嘛，背离净体。所以既然要是让你找到净体，知道净体，所以现前那些是黑是白是受是不受，全然不过都是一个净体的。谁在这上面还在受与不受上面沾沾自喜？这才叫做真正的、啊、找到本来面目，那才叫做真跳开，那才是真跳开啊！所以要理事教义万差，莫不皆是空寂位。那是为什么叫到空寂位？是行人已然知道什么？已然见到本来面目，已然肯什么？肯在心之中，心中只是自己已经知道什么？已经知道他的归去。只是这个规矩，你千万不要说释自然讲还有规矩啊，
这个归去是让你找到心中的根本的自心的本来的智慧德相。在这个智慧德相方便说体，但你不能说，既然不能，你既然说堕到体上，你就堕在名相中啊。但是你要知道，一切中不堕名相，它也可能随缘显一切名相，所以你千万不能再跟一般的外道、一般凡夫一样，只是不堕名相。你不知道大觉心性，它能够称量一切名相。过去只是在名相当下，你堕在名相，所以才叫你离开名相。将来你要是开悟之时，它还叫你还入一切名相，那叫道下慈航，那叫回入娑婆。过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是迷惑。将来开悟时，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那叫净名，清净的名字。那你不知道山吗？将来开悟了，那请问仁者眼前是什么？望母宰样，对吧？那你叫做开悟吗？对吧？那母宰样是什么？对吧？母宰样不是还是对吧？就是母宰样，就是人家说看见一个看不见的，对吧？怎么又骂人了？又骂人了！看见一个看不见的，所以这都是妄说啊，全是妄说。所以他可以立一切名，所以名字中在体，只是让你回到自己的根本智慧德相。归家之时，一定要什么？为众生、为行者建立如是德相的种种的这一种标志，它会有个形体。所以到楞严经上，虚空啊，你虽然讲虚空不能立相，但似乎它还有名貌，虚空但有名貌。何况这一念心，自信清净心。所以你在自信之自信清净心中，你要懂得他的智慧德相时，似乎在你心中也有个名貌归去。只是将来道家之时，就好像古德讲的，真正见月了，就不要再观止了，见月修观止了。道家就开始什么？道家以后，你就不要再去问啊路怎么走了，对吧？所以道家以后才是什么？才开始停下这些什么的问程，问这个路程，不必再去问了。因为都是在道家，但是最初接引你的时候，还是要什么立种种名言，立种种德体啊，这种具着这种德的名字，让众生能够依循而归啊，能够有所依循而归。所以既然知道的时候能够依循，所以行者要在这个空寂一位上面已经全然知道什么都是大觉心体，全然是大觉心体。谁在这大觉心体上面再分什么分受跟不受？虽然性体随缘能够现出教理种种理事教义种种万差，但是理事教义万差，你知道是心体的人，在这种万差之中，行者常处在什么？处在空寂的清净。就好像你在镜子前面已然知道全部镜色千变万化都是镜体，从此以后你会住在镜体的清明中、空寂中，随缘遍照一切千变万化。那个时候我才会说你是震动的空寂，那个空寂之中永不舍离一切千变万化，你是真空寂人。所以这佛门中讲的空是什么？它一切法不实，是真空。假如你要是说这个空中不能容一切法，就像上次我开的玩笑一样，我家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容不下一点东西，对吧？你不是讲的是在开玩笑吗？对吧？你空间为什么会容不下来？所以真正讲的空实是什么？一定是包容万有实。所以表示说，你真正懂得空即实，要行者观这个空即实是在哪里观的？是在片容一切念头起处。念头起处就叫什么？就叫众生。你能够容恒顺一切众生时，就是什么？就是你大觉性体的根本空灵显现处。那你不要说恒顺，从此以后那个念头上面叫你去干什么坏事你就恒顺了，那不叫恒顺，那个恒是恒下心肠那个恒，对吧？那个恒啊，叫恒那个树，恒树那个不是那个恒树，我没骂人啊，那个恒叫恒下心肠那个恒，跟那个恒顺是不一样的恒，那是恒下心了。所以真正要是懂得恒顺一切众生的，他绝对不会在一切相中去造作，一切不会造作。假如你还要造作，就不叫做顺嘛。顺中一定有什么？顺中一定有彻通相嘛。通是什么？就是没有任何的留碍嘛。你还造作就叫做留嘛？你还造作就叫做爱嘛？凡有留就是爱，对吧？在有爱上就是什么？必定是什么？你有什么？所有的一些业力你还留在此间嘛？所以这些业运还留在此处，所以绝对没有造作的。
就好像近色，镜子为什么它能够横顺一切近色吗？因为镜子从来不什么，它不被任何近色留碍，它也不留碍于任何近色，所以它才能够横顺一切。所以讲到横顺众生，千万不要讲错了。横顺众生从此以后跟随众生做一样的种种业力，那错了啊，那错了。那你说师父，有的公案里面有的菩萨示现横顺众生做一样业力，所以在大经上他是示现以后啊，能够遭到过患的，还没等到你去受报的时候，他先现受的受报，让众生起恐惧心的，这是大菩萨。所以他能够到种种众生的业力场合里面受种种众生的种种行为，然后让众生看到受这个行为将来所有的一切过患一切果报，对吧？那是菩萨示现。他在示现之中他是什么？他是度众，他是度生的。所以跟你那个不一样，你那恒顺是在度人吗？对吧？你那绝对不是度人，对吧？所以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真正是恒顺相，它是能够恒顺相。所以大觉心体的恒顺就是什么？就是空寂一位，就全然空寂一位，这是恒顺。所以你要讲到恒空寂时，一定要知道它必定是什么？一定是恒顺在其间，恒顺在其间，所以是空寂。这个道理应该你们可以慢慢体会了啊。为什么净性它能够恒顺一切净色？因为净体从来非种种色，非种种色，所以空寂。假如你要是堕在一色里面，就更不能恒顺嘛。你已经是黑就不能顺白，你已经白就不能顺黑，就不能恒顺。那为什么能恒顺嘛？一定是一法不堕，一法不留碍，从来一法都没有办法让你去留碍，所以叫恒顺。所以讲到这个恒顺上面，才知道真的叫什么空寂。所以在这个空寂里面，你才能够体会出什么？体会出一位，所以叫空寂一位。所以你把老师堕在空寂上面说一位，讲到空寂时，让你看到所有一切容种种万有之中说一位，叫空寂一位。假如说根本没不容万有，你何必还要说一位？对不对？那位都不可能以理啊，位都不可以理，所以怎么能说一位？所以他这里面，所以他上一句叫做理事教义万差，莫不为空寂一位。所以这句话就可以融合融融了。假如你要说理事教义万差，为不空寂一位，空寂里面到底有没有理事教义？假如说你要是分成二种不同，那这根本这两句话不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讲到空寂就是恒顺，所以随缘是我就是理事教义。但现出理事教义的时候，它全部理事教义，所有一切千差万别，所有的一切作用，它不是都是在为你彰显如是大觉智体吗？大觉智体吗？所以任何万差不就是彰显这空寂一位而已啊，空寂一位而已。空寂就是根本大觉的恒顺相啊，恒顺就是根本性体的空寂相啊，这叫做空寂一位。所以只依缘起万差说空一位，指这个叫做在这个上面讲说指也，指此，指正指此，正指缘起。因为指此缘起，我在跟你说空一位。正值缘起，就指此缘起万差，就是指以缘起万差，就是指此指，你知道吗？值班的值啊，也叫做是适合的是啊，是此缘起万差，跟你说空一位。因为在缘在空其实都是什么？其实就是根本大觉之体，那才是真正一位之体。但是因为你随缘的能够现实，我跟你说空一位，说空一位时就是告诉你什么？它能够随缘所现的是一种，它能够成种种缘性的种种一位。所以它真正随缘的时候，它就是缘一位；它随空的时候就是空一位。所以一位都是什么？那一位是根本，它的觉体就是如此。所以它今天是在缘起上面来讲，才跟你讲空一位，才跟你说空一位。这句话为什么祖师写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个，就是法中如果说种种名字差别时，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因缘现出种种信用现前处，他在跟你说出种种名相的名言差别。所以要是说这没有这些，没有就性上来讲，所以他随缘处的时候根本不必给你立这种种什么空一位有一位，不必。所以讲到这里面叫做若无万差是唯一位，就是一位。这个唯一位是什么？这个唯叫做这全也，也叫一也，全也是一，它是全一位，它是以一一位。什么叫全一位？它随缘所现都是这样一位现，
它随缘性而已。只是今天在缘起中，我跟你说空一位，在空中我跟你说缘起一位。对，当然文字上没有写缘起一位，但是入到缘中就是缘一位，一位是缘。但一在一位中是告诉你为什么它一位是缘，就是讲空。所以常常讲说法中一定要什么，一定是对待中起。讲到理时是在哪里看，是在事上看；讲到事实是在哪里看，是在理上见。它一定是对待起处。所以一切法中，一切世间的一切万法，你要仔细去参，仔细去慢慢体会，你会发现什么？在任何相中，它是告诉你们知道它是体；任何相中是告诉你明白标志它是体。在一切体中，它告诉你什么？它叫利一切用。利一切相了，利益的利，利一切相，上利一切相。所以世间万法尚且如此，为什么世间万法是如此？就是我刚刚讲的，大觉心性本来就如是故，随众生因缘所现的一切世间所有一切的心性都不离此什么？不离此如是的智慧德相，都会在这个上面能够做，因为世间万法没有离开如是大觉心体。所以只是因为名字差别故跟你说空一位，但是你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将空将这个一位是其实都是什么，根本就是一性的全一位，就是唯一位而已，就是若无万差是唯一位。既然如此，所以你就会知道行者明明白白知道这个一位中，在念头起处他能感觉到什么，感到念头起处感觉到大觉的性空，这个时候你在空中就是什么，说空就一位为空，但这空中能包含一切有，就一位为空含一切有。但讲到性，讲到性中就讲他能够起出种种念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位就是什么，就是一位，就是性。所以你会看到你再觉得看到念头觉得那个空，你会觉得就是什么大觉性体的一位。所以他那个时候大觉性体既然叫做觉，所以他你觉得空时他全体做空，你觉得是性，性就是它成能够成起种种作用，成起种种万有时，它一位就是种种成就。但是这里面讲一位是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已经什么？已经是恒顺一位了，他已经明了一位，占明一位了。所以他能够随缘都能够一位成就，就好像镜子现黑现黑现白现种种因缘时，它都是什么？它就是整个整体去现，整体去成就的。你能够真正知道觉体的一位时，它根本就没有二位，没有二位它是恒一位，它是唯一位。所以它能够现空时，你觉得空时它是空一位，你在性上的时候它就是性一位，你在有中它就是有一位。你表示这个行者已经对一位之中已经什么，已经彻大彻，就是已经彻明，已经清澈。这里面它能够随缘，在念头行者在参念头时，它能够看到觉体就全然都是念头。当你看到觉体全然都是念头时，这个行者已经是什么？全然住在觉体上了。因为你看到觉体全然是念，你千万不要认为说看到觉体是全然是念头，你会打散在念头中，哎，错了。就好像我常常说，你真正知道净体的人，你看到净体时，镜子在哪里？全然都是净色中啊，因为没有离开净色，你能找到净体的，全然都在净色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说，你看到净体时，全然都知道都是净色的人。这个我的意思是告诉你，它是恒住在净体里的，它是恒常住在净体中的智慧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正看到念头当下，你恒然知道都是觉一位的，就大觉心性的一位时，这个人他能够称量种种千差万别的念头的种种差别的相状因缘，但心里面那个觉已然是一位了，已经是一位了。所以千差也能成一位，也都是一位，一位之中能现千差，能够现种种千差，这个人从此以后才是真正明一位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能够这句讲这些话就是什么，就是怕什么堕在二圣，堕在外道。外道是在任何千差之中，你认为那个一位就是再黑再白，你都能够把它在内心里面你都把它搞平等了，对吧？怎么黑白这个要怎么讲？用现在的政治怎么讲，对吧？你说把它统一了，对吧？黑白，你不必统一，你心里面的明明白白时，那就是什么？就是大觉性中的本来从来不是与大觉的性同，这是明白，因为从来不离开大觉性体。
因为他能够入万叉骨，这就是大觉的根本，入一切叉中中从来不变的一统的根本的姓名。才能够有如是一统的姓名，所以他能够处处都是什么？能够统一而现，对吧？统一而现，对吧？因为统一而现就是 7-11， 7-11，对吧？这叫做，就看你们想要睡觉了，对吧？不讲讲这个，你们心回不来，对吧 ？7-11， 你们就回来了，对吧？统一而现，所以他能够现出什么？现出种种的差别。现出种种的千差万别啊，就如七如十一一样啊，七就是七世之中种种成就啊，他都能够立，所以这叫做真正啊是一统，所以不必要在其他的差别相上刻意把它单成一位，而是你入空时是空一位，入性时是性一位，所以这像后面就讲，若举空即一位为空，若举性即一位为性，若举如则一位为如，这里面所以表示行者能够在这个一位上面，不管你跟他讲性、讲空、讲如，他根本都是什么？从此不失如是大觉的性体中的这一位。这个时候的行者内心之中已然担当所有一切，根本什么？觉得根本是大觉的本来的平等性，那本来的平等性，所以平等如一切种种名相中。所以他可以说尽一切性，可以说尽一切空，可以说尽一切如，因为不失这一位故，所以不受一切差别势力流转，因为不失这一位故，所以在一切种种的众生缘起差别当下，所以他才能够什么？才能够恒顺深入，他才能够恒顺深入。假如你失去这样一位，就好像镜子失去了他自体之中的本来的这种性德、这种性味，他随的种种千差万别，随黑现种种黑的滋味，随白现种种白的滋味，那从此以后就败坏了净心。净心若是败坏，他也没有办法怎么，没有办法再更能够深入缘起啊，更能够深入缘起。所以下面讲类显可知，因为后面有一句类显可知，所以我刚刚才敢讲说原现时是原一位。类显可知，所以那你说，那师父讲完了这一段了，这名义位都讲完了，那怎么参呢？就是让你全在行者在任何的所有一切起心动念，每天所接触的任何因缘现前处，你能够担当这个觉体的作用吗？这个才叫做行者最初的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你念念之间在任何差别相中，差别相都在哪里？都在种种心心法中，术法之中，心心术法之中，你都要担当什么大觉心体的作用，你才能够深入一切心心术法。你千万不要被一般的跟凡夫一样，每天的所有的一切起心动念就这样子忽而来就忽而过了，那恍恍惚惚之间造成的就是什么？就是将来无明的业力。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任何的念头起初你能够什么都能够证得，根本就是大觉的心体，那都叫做无明，那全然都叫无明。当你每一个念头起初你都能够知道这个觉体的作用，就好像在每一个净色现前处你都知道说是净体的大照时，那每一个净色都叫什么？都叫净明处，那都叫净明。可是你每一个念头你都不知道，你既不参心也不参什么，也不知道任何心心种种缘起，所以都叫凡夫，那叫可怜悯者啊，那叫可怜悯者啊。所以行者最初一定要，要求祖师讲，一定要什么？一定要立一个心竖心旁，一个竖心旁，一个天上的心，心心的心。心心急急，你现在还先立的是心心啊，心心就是什么？要心中念念之间，行者念念之间战战兢兢，对吧？那非常谨慎，念念之间不断的这样去参，也就是像上个礼拜我讲的，就像黄鹂鸟一样一声一声的
在知末上，在觉知上面一生一生的去体会那种觉体的清畅，那种大觉的清畅，叫做黄历之上一生生。你要真的能够这样去体会的，你后面的集集还不要讲，那前面的心心就是什么？前面的心心就是有寻有思啊，有寻有思，你开始要去寻思了，你根本都不在上面去回头，不在上面回观，你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发了要归家的人？你老是认为人生就是这样，其实错了。到末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末了的时候，末了有个什么像？现在我们在这个业力上，因为业力还炽然固，六根六尘的业力还在这边不断的猛烈，所以你老是感觉不到那种世界那种虚假。人都是不管他是极恶之人啊，他最后当他的一切业缘呢、啊，就是这一生果报完了之时，一切现在所有一切熟悉的所有一切过去的感受都要离开他时，他突然感觉到走入一个好像很陌生的一种很幻觉的一种心中的，要是没有福报的人或没有智慧的人，他就会起惶恐，很惶恐。他还没有死，可是突然觉得眼睛看的色已经不是那样子，耳朵闻的声已经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已经六根要坏了，已经要坏的就坏象现前，就是坏，那种坏象只有什么？只有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到死的那个人知道，坏象现前了。突然感觉到，咦，怎么那么陌生了？突然感觉到怎么心中想要攀援攀不到那个气候了，气愤了。其实要是真正有福德的，这个都是善根的，那个时候他就会感觉到原来都是虚假，过去的那种执着的梦中是真实那种感觉，最后他会在这一念之中还会体会到那个能够知道过去执梦的追逐这个梦中的业力，虽然已经到了快往生的，往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一些善根，那都是将来生中的种子，但大部分的凡夫虽然都会有这种相现前，可是到最后相现前的时候，由之而起就是惶恐，就是惊惧，就是惊吓而已，就是恐怖，都要坏了，耳朵也坏了，眼根也坏了。那有的人他是什么？有的人他是要到老的是六根坏，所以耳朵蒙了，眼睛蒙了，感觉他不像以前那么生动了，看什么都不觉得生动了，听什么都不会像过去那样子，好像内心里面随着他这样浮动了，就整个感觉的世界就变成什么默默的，很非常漠然的感觉。哎，这个是老人了，他要经过老这一段时间。可是有的老人家，他将来走的时候，要是业力深呢、啊，连这种感觉都会觉得突然他找不到了，也是觉得突然觉得心中感受不到，连他熟悉的这种漠然的那种感觉的，突然他都好像要失去，他心中还是会觉得惶恐的。那个是真正叫做根坏。根坏你会有那种感受的，会有感受现前。只要你没有福报的话，在这感受现前的话，你心中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去跟他担当的，所以呢，只能现出惶恐来啊，只能现出惶恐来。所以有两种人，一个是修行人，一个就是世间大善人啊。虽然眼前的六根坏尽时，他心中不会随他的坏尽这个相啊，而受他的势力。还有一个大善人呢、啊，善人呢。真正是至善大善人，他不会有什么坏境，就是这期果报的六根坏境，但下一期种种圣相也现前了，圣相现前了，所以他会知道他的去处啊。所以这里面啊，要知道，所以现在千万不要感觉到说现在的感受好像是真，将来你要是有一天你要舍掉他的时候，你才去知道内心中里面，你知道过去你真的是忘白费了一生呢、啊，白费了一生的发心啊！休息10分钟。